你们喜欢玩这种的事情吗？这应该是网站分析应该要有的一个，就是也算是基本观念呢。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，你看哦，在这里，我有很多很多的人，可是我想要有很多朋友来按赞，那我假设我要去更新一下我的资料。更新我的资料是不是点选首页这边，编辑查询？我曾经在这个地方去做过过滤，做过过滤。好，所以刚刚这边是不是点它，然后全选要关掉？我刚刚是不是选，例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？九十，对吧？现在你全选也只有这10笔了。可是现在假设你改变心意了，你想要变成20笔、30笔，这样了解怎么做吗？好，所以这样子的做法是这个什么已展开。好，我们要点选到这边，点选到这边，然后再去看这里面是不是也是10笔。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已筛选资料？所以这个地方要去做修改，就是你在这边看到的话，它已经变成全部就只有十笔。那这个呢，已筛选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全部？好，那这边是不是一笔？好，例如说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再去增加？好，假设。再随便勾选好了，勾选这个三四五六七八，这个好了，木乃伊，九十，好，确定。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真的要改资料是改这边，像刚刚有同学那个 ID，那就请你在这边改了，可以吗？你的好友的 ID，你的好友 ID，对不起，你刚刚在这个地方，你刚刚在他的上一阶，你就必须要，你知道上一阶要怎么载入吗？就是这边你要去看哪一个 ID 哦。这个 ID，你要再入进来去修改这个 ID，可以知道我现在所讲的意思吗？不是这个 ID 应该是自己啊。好了，那我现在我就直接关闭，现在已经不止10笔资料咯，因为刚刚这边已筛选资料，然后这边我们来去看一下，就要变成20笔，可以吗？这边去看也要变成是20笔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现在关闭并套用，我们来去看一下，加了10笔，接下来张淑娟跟蒋思源有没有去变更？好，有了，这个何玲玉是不是增加进来了？可以吗？蒋思源还是在第2名。蒋思源是男生，你那么在意性别吗？女生学生以学生来说，女生比较好学，有听到吗？女生真的比较好学，你自己去算我们班的人数，男生多还是女生多，大家就知道了。不过公务人员本身就有一个，就是公务人员女生比男生多，这是事实，而且可能6点多比3点多。所以，我们班上如果是6点多的女性，然后比3点多的男性，这样算正常哦。好了，我只是要告诉你说，怎么样去修改资料，以免到时候这个地方你不会去修改你的资料。好，因为你不用去改了，只有网红才需要去改，因为我是用筛选的方式。